叫好点吗？那是来换衣服了，那是什么问题啊？要丑，闭嘴！哎呦，我上次穿这一件，很明显，没有，没有吗？很明显，跟你那外套打那个宽外套，打那个金头发的，打那个金头发的。你们穿哪一件呢？怎么有裴勇俊？哎，哪里？哎，穿这套。嗯，你五星点没声音？哦，有了。哎，讲了吧？什么讲什么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OBS 编码器选啥？我看一下。NVIDIA NVENCH.264。我觉得刚刚应该是因为不小心用到 VPN 的关系啊。那检查还是有缺什么的？应该没有了。没有，缺枪法吧？缺枪法，这很难救。嗯，投胎吧。是不是？啊，那个啊，要不然就是你去那个，你去看那个，可能某网购啊，可能手枪会有辅助器啊。那个校准器有没有？No, 我不喜欢用这种东西啊。你喜欢用那种东西吗？嗯，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手枪的，那个可以保平时力，平时力可以保持你那个，保持你那个啥，你的那个手耳的稳定度啊。白头发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操嘞！哎呀，哎呦。这不关我们的事吧？我看你没被撞哎、欸，我没，哎、欸，这眼睛，我操！我觉得今天怪怪的，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怪怪的，今天脑压很高呢，就莫名其妙感觉，看你开车也是鬼了鬼气。我们要换车吗？还是不用了？不用了，我觉得没差了，像这个撞没什么。你们要嘞？汉堡店。宝店。我们换了这套，你要不要去换 ？OK。在后面等我。哎、欸，带多少？我觉得带紫色的。刚刚汉哥讲的都听到哦。嗯，没有，我是没有打算要参与那个小任务的。绑那个人太难了。不是那个小任务，我们可以等人家绑他之后，我们再看情况。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可以下手的话，我们再下手。应该说，如果当下觉得箱子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，我们再去找那个绑他的人。没有没有，你是想拖我？大姐要解吗？箱子？仓库，我要拿钱。
那个叫什么？那个？娃娃里面有。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哎呦，这超怪了，其实死定了。还是大台开车看看，是这问题吗？好，大台，我不知道，是事件的问题吗？我看看，不知道，因为我看老大一直飘来飘去，因为我跟老大没有装耳朵啊。800发够吗？够，是有带2把枪了，够。我跟你说，骑摩托棒哦，我觉得多带一点哦。有摩托棒，然后嘞，多带一点。还有很多人啊，不用跑，慢慢来讲啦。我听说好像有5到6，问他你们有了吧？我两包 有啊，这栋大楼，哎，有了什么东西啊？在哪里啊？傻小啊，这个我不要了，等一下，我现在不要娃娃机。这是哪里啊？是公园北端，那个这个是榕树医疗用，不，哎，对，那个那个公园吧，没错，哎。还是我们直接上铁轨吧，可以上铁轨，这个可以上铁轨，那不要看有没有直接给营销手术包，够有吧，测试一下玻璃吧，啊不用了，刚刚试过了，我要来试一下，钥匙给我试无一，不是啊，我又不能针对你的那个包包号码给钥匙，OK， 谢谢你给到我了。我说车牌是五一。哦，我不是说我包。谢谢你又给到我了。我是老大一直给我。老大，我刷到3把了。OK， 四五一哟。这是裸林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哎，那个大台你有戴耳朵吧？你有？有我戴。有啊。哪里的耳朵？我是鲨鱼耳朵。不，鲨鱼的。那个新加坡。哦 ，OK。哎，是不是出了？出了。我们打算要去那个铁轨上。买那个。你没有吗？包括28够吗？哎，感觉不够。我感觉。是买35了。我分你20，我40就够了。吃不到那么多，现在。手刀枪有吗？你们看我会丢来丢去吗？还好，不会，那就是我的问题。OK， 没问题。枪子弹，然后解锁。我看你会飞呢，看你会。啊，会吗？不，没有，应该是我的问题。不会啊，我看你会滞空一下。真傻。可能是我的问题。我看他，你的问题蛮顺的嘞。对啊，我刚刚开满都是白色的。脑不好了。什么地方啊？我先上铁轨，然后往那边。你可以把 G 配置换过去，然后给他们两个看位置。没有，我知道，你要取消。好，我先去。好，这样。那边我记得还旁边还蛮空旷的，要小心，可能会有其他组想要上铁轨。嗯，那我觉得我们反正有人来，他已经在车上，我们就先扁他，对不对？除非他们在远很远地方下车。哦。好，前面一组，等一下看一下，看是不是上面有人。没了。哎，走。哎呦，警察处理车处理都慢了，没有啊，可能练车吧。
喝的吗？有，我放多少钱？给我一瓶。预备啊！这转过去，没味道了。有人，反正别让，等下。左边。哎，追过去！开车！一个去拿。大姐，在原地干嘛？大姐出海了。不是，我刚刚充电器没电了。大姐开车。把车开过来。下去了。哪里？小心，不要掉下去，不要掉下去哦。有人出事，有人跌倒了。啊，没事。地下有一个尸体。没事，我们不要，尽量不要掉下去。打下面的。哪个白熊头？能打就打。打还没上车。你们打，我帮你们看屁股。屁股可以看一下箱子位置吧。屁股 ，OK。刚刚他们人倒位置。好，快出事。上车，不要下屋顶哦，屋顶上下去就上不来了。OK。顺便，我觉得要看一下我们来的方向会不会有人。对，有，要有人注意去盯那个打下面跟打我们来的方向的这一侧，然后我们屁股是看那个我们常打。我盯那个我们来的地方，OK。我盯那个，我们在打616那个铁轨。那我盯这一侧好了，盯对面那一侧。你那侧应该怪很明显了、啊，然后大姐去跟路那个猎户打这边。路。正下方一组，两组。只是麻烦的是，我们下去的话还蛮麻烦的。没事，等一下我们要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开车直接录下去就好了，懂吗？佣兵能抽则抽，可以吗？佣兵他站着的话就抽，不要动的话，他不动的话就抽，他动的话就不要抽，懂吗？ Okay. 所以那个没有拿武器的目标到达吗？不要管。有一个很明显，好 ，OK。那个屋顶的，看，我车开过来当那个屁股的616的爷。OK。这样子不要掉下去啊！再讲一次， okay, 不要掉下去。一开始人他们还没带走。OK。OK。看我自己脚下。他们那个达林那边也可能会有空洞哦，你小心啊。那个屋顶那个抽佣兵可以抽吗？屋顶的佣兵可以抽吗？过来，佣兵可以抽吗？佣兵屋顶的佣兵打那个没有斗篷的，好，来了，打一二三。到了。OK， 出。再等一下，慢慢来。有个内鬼。不要，不管，我们不管。他是内鬼，就有他了。那个就是内鬼。大姐付10000块。没错。我不要啊！我不要啊！都没拿。大家都不要拿。好恶劣哦！我操，我们。好恶劣哦！人家拿不到，你也不给人家拿。不管，大哥，等下我们有机会还是把他抢走。把他救起来，再躺走，把可以把他拉起来。我
点一点，好，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，不是不是不是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再看一下。好，我看后面，我看后面。会没有人想上来，这位置很好。先占先赢啊！想他们不上来是可能就是他们也想。哎，屋顶屋顶屋顶来来了，屋顶来来来来屋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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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站着他站着来了，然后数到三哦，一二三。他怎么了？不打不打不打，有用冰吧，给地面压力。啊、哦，抓抓抓，留着留着留着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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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，我是要叫他不要站在屋顶上耍怪兽。六六六六，上车哦！六六六六六六。好。哎，我们看人呢。低楼低楼低楼，那里那里白色的。啊。远很远。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哎、欸，把车开回来，把车开回来。有点。来来来，我这边，来我这边，来我这边，来我这边。把车开回来，把车开回来，往后走，往后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往后走，往后走，往后走。到这边扛着，到这边扛着，扛着。白色，白色。栏杆来这边，栏杆这边，栏杆这边，将就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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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到了。下车喽，下面下车。佣兵还有两个。哎、欸，有人红车，红车，红车。有人好像在偷田呢，点掉人，一组，他们在跟医用兵打，把车架出去，帮忙，过去打一下，过去打。拿个掩体，拿个掩体，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，下面可以抽，下面可以抽，下面可以抽，只不过啊，看一下你们后，我们后面呢？欸、这里好。哎、欸，不要掉下去，不要掉下去！我帮你们看后面。现在楼梯那边哦，主要是楼梯那里，不要小心后面楼梯那里啊！但是你那边要小心。哦，我刚看你快点上上去，吓死我了！对，你的车里车这里，掩体当掩体当。冲我现在打的方向，冲我现在打的方向。黑色衣服，黑色衣服。屁股的应该是一开始队友掉下去的那一组。身上有人，身上有人站着，有人下车了。姐姐应该用兵都倒了。在下面，在下面，不急，他爆开。欸、大哥，你确定我们拿的时候要从那边飞下去拿吗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我们这个车子增加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出事了！哇操！不会出事吧？啊？怎么？啊、怎么？你吹，在哪？好好好。我不知道，等一下，我扛这边。你们哎，阿妈姐处理，阿妈姐处理，我帮你们处理，处理。啊，你流血了，我帮你止血。他们推路了，推路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们被挡冲过啊，不用担心。有啊。等下我问你狂，等下。啊，帮我扛一下，帮我扛一下。没事，你坐你。有人进去了，大哥，点。等一下，假装让他们拿，他们拿着，等一下拿着拿。好，我们先不理。让他们安全一点，让他们安全一点。我们看，我们先处理人。他们有拿在打，然后看一下白色的衣服。我们这个位置基本上拿枪就是被我们扁了。姐，我那么老帅，
中枪。啊，我打算他，你等一下。我去看一下，我去看那边一眼，看我怕有车偷偷摸过来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我先把大姐打分他，你打。处理你的，处理你的，处理你的。你去压，去压，去压。箱子鼓了，我们会顾梯子那边。相信我们，我们今天最后赢家了。欸、大哥，你全要飞下去吗？最后的时候？车子啊，上车能不能上车，然后飞下去啊？然后就这样。哦。绝对是这样。我就是呱呱吃，呱吃买，呱吃买。检查一下自己身体状态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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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没人敢舔他。不对。我决定要换比较破的枪去点他们后面的网吧。不打分他，你多久大姐会起来啊？没有，你打完、你打完要压，你打完要压，压压要压，打完要压。你打就打，你再打一针，然后再然后去不压他。他们下去，他们下去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他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是啊是啊。我觉得现在看，如果现在达林现在起来的话，我们是很好下去的机会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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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这样。有没有看到左边右边有一个路人？嗯。那个应该是人哦，那应该是人。你注意他、欸，注意他。对对对对对，他是人，他是人，我打他没倒下来。我刚刚用手机拍到他脸了，他很丑。扁他扁他，他妈的！太丑了吧？啊，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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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他长那么丑，妈的嘞！长那么丑还给我装了。等他下来，等他下来，等他下来。他拿近的、哦，他拿近的、哦，哎、欸，他来过来，他来过来，过来过来，他拿近的，他拿近的，他拿了，他拿了，拿出到三楼，一二三，黑色那个，他不打，他不打，他不打，给他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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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位置超强，好吧。下面下面右进区左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他不进去。同一组同一组同一组。哎、欸，没事，不要露头，不要露头，现在不要露头。他确认他在哪里露头。我们是佣兵啊。哎、欸，再给他打一个分弹，你再给他打，给达尼打一个分弹，你。我打了，我打了，我两个，我都打得住了。他的伤势你不是好了吗？对啊，好了好了。好、，OK OK， 再打一针，再打一针。那个白色的啊，哎、欸，那个进的箱子，进的箱子，娃娃机，娃娃机，他靠娃娃机哦，他靠娃，换个方向，换个方向，绕这圈，绕这圈，绕这圈，哎，没有没有，他没拿，他没拿，大哥，他没拿，不要不要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打，老大，你帮大姐打一下，分担你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打。你可以压、OK, OK, OK 欸、有佣兵的、欸、刚刚跑出来了，下车咯，白车正底下，太别扭，太别扭。有。好，接了，接了，接了。OK，OK，OK，OK、okay, okay, okay, okay. 注意一下状况，注意一下状况。等五分钟。我们再走。哎、欸，你们刚刚时间有记吗？时间有记吗、欸？没有。
花是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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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海快大海快大海快！他又倒了，大熊倒了。哈？为什么？哇，我不知道。啊？叫起水饺，叫起水饺，接水饺，叫起水。你马上要接睡觉。睡小睡。大睡大睡大睡。大姐姐大睡大姐姐大睡。对吧？我们在处理他。大哥，下面有人，下面有人哦。你要扁谁？先不要扁，先不要扁，先不要扁。我下面有台蓝车。没事没事。不管，我们现在是佣兵位啊。哎呦。哎，他们进去，他们进去，他们进去。我要急，我要急。等一下，等他们下车，等他们下车，不要露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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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他们下车。打那个急的。看，旁边有组，旁边有组。倒，里面那个倒了。好、哦，看一下自己。其他地方不打，其他地方不打。我换枪，我那个手枪没了。我们下面有人组，我们下面有人哦。我们趁你下一台白色的。我们这位置真的是超强佣兵位。有人要去救人哦，有人要去救人哦，你们看哦，救救救救！啊，不打，就走了，就走了。啊，不管。不是啊，那个亚本他玻璃的、啊。感觉我们是六个佣兵呢、欸。没错，我们是帮佣兵的。我们能下去早该下去了。哎、欸，马祖这个他这个会有时间吗？我看一下平板的那个，有一半，现在平板的电力是一半，平板电力为准。哎、欸，来这边、啊，来我这边，来我这边。哎、欸，好，帮他压，帮他压，打一个笨蛋你狼压。我帮你们看，帮你们看。等一下，打。再压。我们现在目标就是尽量把每一组都抽掉两个以上，我们就下去拿了。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一组两个掉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拿远的那个。下面有一个女生跑过去哦，哎、欸，有人在点那。他要抓那个佣兵，他们要抓佣兵，给他抓。那好，他扛自己人。会点吗？这一万块没了。不用了，不用点了，不用点了、啊。他们要教人的，他们一定要走，我给他们走。哦，他们就是拿一万，哎、欸，你确定他们不是拿一万回来再继续拿吗？至少他们教人的话要抓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先想办法处理大姐，我没有办法。也是，我们少一个大姐。我去看另外一边底下。我已经压了三次的。再打一个分蛋，你再压。没了，我去拿，我去。我也没了。你等我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过去东西丢给那个干嘛去？互相。啊，现在都没人呢、欸，靠腰。现在对啊，没办法哦。现在没人。还是大太，我跟你下去。你们下去。来，上车。我好想下去哦，。怎么办、欸？怎么办？再忍一下。再忍一下吗？再扁外一轮，再扁外一轮，再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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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没事没事，别别下不下不下。我去听啊。看一下箱子，看一下箱子。你那个白色小囊，那个小囊。啊！快下车，快下车！有人在拿了，白色的，白色的。来，手刀三。我来。一二三。他快倒了，快倒了，快倒了。大哥，他们还想继续舔呢、欸？他不是刚刚拿用的？对。他们在溜冰，在溜冰。没救了。我去！我！我大脚这样没有办法，怎么办？看把大姐放车上吧。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哇！我要做一次，我再打一次反应。因为我一直感觉他身体好像他……你打，他上面一直流血，但是他没有伤势啊。你再打。换个位置帮大姐。你打了吗？你打了吗？打了。不行的话，你换个位置压压看吧。你压心，你是怕怎？你压心脏哦。最后三次啊，压不起来就算了。最后一次，我们现在开车下去。这不是位置问题，就是拿可以拿了。干！哦有，快点！天选，天选之人，哦，真了。房子可以拿东西吗？可以上车，他可以上车，他不能拿东西啊。对啊，他什么都不能动啊，你忘了？啊！你又出事了啊！放上车，他没救。走吧。啊！他没救。下车。接上了，没办法了。不理他吗？还是叫上压压？就讲，上车。来了，我们等一下拿箱子上车。哎妈 ，Hello， 哎妈，完了 ！Oh my god！ 哎妈，哎妈，好痛！哎妈！他怎么了 ？OK， 快点！哇，他的那个感觉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他在这边掩护我们，我们下去，我不管了。好，背他！哎呀，下车，卡夫，你拿，我拿远的，我放，好。有人拿。好，我开，我没拿。你拿，你拿，再给拿。他没拿，去哪？我帮你挡视野，快点。哎、欸，靠腰。不要紧张。大哥，你拿了吗？干你娘嘞！大哥，嘘，在。人来了。你不要拿，他来了，确定他看到你了，你不要拿。这个，等一下，下边呢？外面有人。我上房内，撤！你撤！你往后。我拿过来带你。啊！妈的嘞！哇，大哥，你说死了。我跟你说，对不起。刚刚超好。我失误。我上车。没事。好。现在唯一就是 Emma 可以在上面掩护我们啊。他们进去了。我们去里面的铁丝网，我们架车顶上打他们。架车顶应该也打不到。不是，打他们。他们在哪吗？没有。
哇，艾玛姐出事，哎，请假，那我输了哎。这要比拼了，这要赢，这要赢才能。看他们外面有没有人在顶他们。拿车，他们拿车。挡一下那个箱子，挡一下那个箱子，拿车挡一下箱子。啊，你要拿这边？等一下。他们在顶我们，你不能拿，你不可能拿这边。旁边有特色的，我们你的有。有听到。上车，先离开，上车先离开。后面一个银白色，去哪？先脚上走，再绕回来。OK。绕他们那一侧吧，哎，前面一只。再回去，他们一定想回，他们心里想进去了。提示网一样。没有，我去。好。那边，他到屋顶了，红头发，只能等一马掩护我们。后面车，那个车一个人，白车一个人。后面要一组，我们右方又一组，红色过了，上车。红窟，右后方又一组。先走。这边出不去，看我先。来看一下，哇，他们四个人呢，哇操，满编很难。靠呀，刚刚白色四个人哦，好燥哦。只能等他们被打了啦。嗯，对啊，不然现在他们已经盯好这里了。没人敢碰他们的、啊，现在门外那组没人敢碰。哎、欸，他没转，一台开走，还是他们要去站高处？不知道。其实他们现在聪明的话，应该是从616赶快去上，两个人去上。我是觉得他们现在他妈的就是要上去拿东西了。有一台银白色停在门口。他们我们在这边的话，他们绝对不会放，除非是他们有人被贬，不然不可能。因为你看其他车子一定就剩一个或两个人了。嗯，我们只能等艾玛回来。但是我刚刚看红色那组好像三个、啊，不确定，三个人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三个人的话，你会去车接到那一组，或者车五本啊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把丹尼姐放在车上，别人也会有三个人。对，可是他会想说我们绝对不下车啊。哎、欸，对，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没用的人，没有，他很有用。他们人不见了，他是个掩体。还是我这边假装去拿，骗他们出来。要拿着，我假装去拿，我假装去拿。好，我站上去帮你。拿。算了。我知道。算了。那组，干。不是，他们佣兵为什么不交货？赶快交一交，还是啊？我知道了，他们应该是派一个人去交货。嗯。左边蓝色。他很快哦，他可能会吃我们哦。他几个人？他会吃我们？我吹我的枪也快了。我看到干嘛？哎、欸，他吹我们了，他想要吹我们了。报告，我抽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样？换车再上去是铁轨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来得及的话。哎、现在应该还可以，现在那个电量还有够，还够。我从后面出去，还是叫大姐那个国家救援队救。国家救援队没办法了、啊，就只能大姐就只能先把他放这边，没有办法。不然他真的对吧、啊？我们还要扛他。这个车子先放着吧，然后等一下大姐可以叫个人国家救援队说，然后等一下我们换完车之后回去看一下有没有人拿箱子。
欸，他们在打嘞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管打，所以应该会有人进去了。有人哦，哎，不是不是。大姐对不起，大姐对不起。哎，我想想，你飞铁轨上去，要上去吗？哎，哦，我懂你。没有没有，我这边飞上去一样要等很久，绕过去还是要时间。对，要吗？确定要去吗？要的话我要绕。最快的方法应该就是从那边的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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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时间还有时间。那个设备还没坏。等一下，不是时间问题，现在是。喂喂喂！哎，在你在上面等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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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有没有人拿。被你住了。看有没有人拿，就有人拿就打他就对了。这边有个佣兵举手，怎么样？那个是他，那个是要被俘虏的，不用管了。大哥，我们发现，哎，有个举手，我忘记没了，我忘记没了。没事，我忘记没了，没关系，我忘记没了，没关系。开过去了，你在上面等着。下面一组哦，下面一组哦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拿了再说，拿了再说，拿了就是饼啊。箱子不见了，为什么？时间到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还在还在，我看他还在。啊、可是我看不见的。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一个啊。大的那个不见了呢。不见了吗？可是我看，嗯。可是没有被拿呢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一箱一箱，还有一箱。还有箱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被收走了。不是、啊，哎、欸，奇怪，还有时间了。箱子没了。没了。哎、欸，去抢了，去抢了，去抢了。人在，阿妈姐，阿妈姐。在哪？我在上面了。没有没有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说有一个佣兵举手的。没有没有，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，他拿这步枪了，步枪了。他进场了。哇，可惜，烤羊。他打人，他打人，要吗？黑色 A 吗？银色的呀，等一下。然后他们上车了，就有点没办法。啊，不行吗？我忘记拿了吧，算了啦，去找大姐吧。我 CK 捡到了，干哦，好烦哦，我真的是。哦，我的问题，刚刚那箱我刚拿到的，我来载你啦！我真的他妈的，我好烂哦！我真的好烂哦！打完收工，真的是我的问题。你把他带上车吧，他还在留啊。不是，我们刚走的时候不是还有人在里面吗？老哥，妈的，战场情况都不知道，都不会给医生看啊，不管了，都不会看战场情况的、欸。哎呀，天少，今天真的可惜，哦、他还在啊，大姐好像人真的在。不知道啊，刚刚是有一组决定要抽我们啊，在那个网球里面，在那个网球场里面要抽我们。我就是判断那个网球场的那一组想要抽我们啊，然后我才想要走的、啊。那他们我们被赶走之后，那个位置他们一定会占啊。你刚下去没拿吗？你刚刚没下去拿吗？我们超可惜。大哥可能失误一次啊，我失误三次，对，然后就救援车进来，不然大哥的时间一定够拿一下。他们没有拿娃娃机啊？其实当时是可以，大哥没有。应该先拿娃娃机的。不是，没有，我觉得这不重点，因为大哥连一到六都失误三次，觉得。我太久没懂为什么，我太久没有。你有初老症状啊？你有初老症状？对。如果他一到六是解好了，然后还被打，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先拿王旗，但是他连三次都失败。啊，你怎么没有解？
欸，因为没有，我直接拿车帮大哥挡。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，我没事了，没事了嘛。我知道，那海啸四天嘛，那手感变这样，这是有初老症状。你看要不要跟他说，这个是，这个跟医生讲说这个是，啊，受不了了，哦，你在国外是吧？嗯，好，你帮我放上去吧，来了，都是他们贪的啊。刚刚如果拿的那组没贪的话，操，我们一定可以拿，一定可以拿东西。我们跟你讲，我们应该是可以全部人下去的。啊，算，不可抗力因素嘛，算了吧。不然照理来讲，中间段那个时间我们一定够拿、啊，全部都可以拿。你看，如果刚刚四个人都在，一个人拿车做一个机动组，我们三个人全拿。干，这样很帅，一次三个。那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没事，我们也抽了。打完收工，睡觉。不然这样浪费子弹啊！操，抽了就抽人啊！哎，打了一大堆，啥都没干到。操。对。啊，不是啊，大姐的意志还在吗？我不知道嘞。他没有说话呢。还是其实是他变迟缓了，其实不是大哥迟缓，是他，然后再变成你也迟缓。其实现在发现，我们一开始以为每个人破脑最大严重是大哥，结果发现是你们两个。什么呀？干他一枪啊！我想把我今天的记忆删除掉。弄弄烂了。Oh my god！ 这是梦还是梦魇？现在再练一次一到六。那个时间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时间绝对可以解两次哦。今天那个娃娃机一个箱子可以拿到哦，我干嘛？我这是干嘛？啊！我老了，真的耶，师姐，真的。跟你讲，十月份他妈的换电脑，一定强势回归啊！操你妈的！就要换了吗？啊，十月再说，十月再说，可能我十月还要搬家哎、欸。啊！哇！我真的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走啦走啦！哎、欸，大哥他没意思了啦，他救起来那是神游，嘿嘿，大哥嘿嘿。那怎么办啦？我怎么办？送他回汉堡休息啊。那就不，那你抱着他吗？那你抱着他吗？我开车。没，先，你送回他们的餐厅，我来，我留下来陪着他。餐厅吧。哎，对，他们餐厅。什么？他们餐厅？啊、是四七。刚才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，不是。然后那个，我只能说我们艾玛姐手到想拿，我们想办法救达林的时间，其实也是拖蛮长的，拖太久了，赶超长啊！我操！
啊，算了，今天就是各种不可抗力。嗯，毕竟你点了三次嘛。不是不是，你不要再戳他可乐，他那个已经也很努力了。大哥，那个也很。并解了三次啊，我没说错啊，很棒啊。不是不是，大哥，你怎么一到六会解三次嘞？很棒啊，一到六解了三次啊，不是很棒很棒很棒。努力啦，大家都努力啦，大家辛苦啦，大家好好休息。啊，那你就慢慢跑回去，我先开车回去啦。你手套上枪剑了。哎，我这边今天就这样，先睡。啊，我也要睡了，哎。哦，那大哥怎么办？啊，他，回家哭吧。大症状没有办法避免。OK。突发症状没有办法避免。来，突发症状啊。可播，可播，可播。是谁啊？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可以叫我。他在家里。哎，我要坐这台车，你等下是我的司机了，可以吗？他给你钱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哎，先在一边看着就好了。没有了，还真的嘞。还是说鬼转